来，第八题又是一个点在直线上的题型哈。他说，坐标平面上如果 a 点5a 减7 3b 加8，它是直线 y 等于2上的一个点。好，你知道 y 等于 2，OK？当老师在课堂讲完之后，好，我再强调一次哦。你都是因为这是演练题，所以老师都已经有讲过一些了。那有一些非常基础的概念，我就不会再详细去讲哈。毕竟它是一个检讨题，来，A 点是一个直线 y 等于2上的一点，好，y 等于2大概是什么？y 等于2大概是这一条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吗？在 y 等于2这一条上面的任一个点，y 坐标都是2，这一个都是2，一定都是2，那 x 坐标就没有差，但这一题是求 A，所以你知道吗？5a 减7等于谁都可以。02321292120都可以，所以换句话说，5a 减7任意数，那 a 本身呢？任意数，OK 吗？好，a 本身它就是一个任意数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小题，坐标平面上这个是直线上的一点，好，那你知道它都是有 k 的，所以我们就把 2k 加1。负 3k 加2直接带进去，会得到3倍的 x，2k 加1，负2倍的 y 叫做负 3k 加2，好，这个等于5，那3乘进去是 6k 加3加 6k 减4等于5，所以我会得到12个 k 等于6吧，所以 k 1/2。好，搞定。